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在这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们有这个生命气息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是多么有福的一群，主啊。那么我们将今天的赞美，也将今天的讲道，也将今天所有弟兄姐妹的欢聚都交托你在手中，让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得到你的话语的鼓励，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将来的一个星期当中，可以纪念你的好，可以在你当中胜过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生活上的琐事。主啊，我们感谢你，也将今天的赞美交托在你手中，感谢你。这些祷告乃是奉救主耶稣得胜的名来求的，阿们。那么今天非常感恩哦，我昨天晚上，你好像还在睡，我就分享一点点啊。昨天晚上我们就是好像有一个小组的聚会，然后却回到家，我也不懂是什么事情，我就睡不着，有可能是吃的东西有点不合适。我到凌晨三点多还在那边，我想睡觉睡不着，就吃了一个那个Antihistamine，就终于在四点多有睡到。然后那时候我看到我的样子很恐怖，整个人肿起来了，然后惨了，我明天怎样去带领敬拜？我说上帝很美好，很信实。那么今天我已经都可以来到，所以很感恩。那么就很感恩，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天都拥有很多很多的理由可以来赞美我们的上帝，因为他是那么的信实。我选的这首诗歌是云上太阳。很奇怪，因为那天我在好像陪我儿子睡觉，我通常都会哼一些歌给他听，他最喜欢听就是听歌听歌里的 star。 然后可是我就想说唱一点跟我们的主有关的歌，突然间这首歌云上太阳就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了，就唱哼给他听，然后他也很享受。我还记得当我刚刚信主十五年前，我第一次听到这首诗的时候，我并不明白他的歌词，那云上太阳有什么特别呢？为什么是敬拜的歌？然后之后现在我就是十五年也有经历过一些，然后就终于明白到这首诗歌它的美好。我们人啊，每一天我们的心情是起起伏伏的，每天都会改变，可是我们有一个信实一个美好的上帝，圣经告诉我们，他昨天今天或者是永远都不会改变，就好像歌词说到他永不改变。无论我们是在生活中的高峰欣赏着美丽的风景，还是在生活中的低谷，甚至可能面对死亡，他都是那么的信实。只要你抬头，主就已经为你我而预备。感谢我们的主，让我们起来起立，可以站立的吗？起立，让我们一起所有生命气息的都来赞美我们这个信实美好好像云上的太阳永不更改的上帝。感谢主，感谢阿爸天父，感谢主。无论是住在每一道上，我是躺卧在阴暗里流布，是的，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
虽然我们觉得小雨洒在脸上，但是你知道云的后面的另一端有一个永不改变的神。第二首诗歌，神的道路，感谢主，很多时候我们人都想跟随自己的感觉，自己的道路，但是当我们发现很愿意跟随你的道路的时候，一切都会变得非常的美好。感谢主，感谢主。心里有了苦。
谢主，感谢主，你是创造一切世界的上帝，但是你愿意成为我们的羔羊，你配得我们的大赞美。一起来唱，耶稣，神。
救主，他赐给我们他的权柄，这个权柄是特别的恩典。做神的儿女，我们就是有了神的生命和神的性情。你知道什么是性情吗？我们人身为有罪的人，我们有人的性情，有时我们的情绪高低 不平，可是有神的带领，有神的教导，有神的圣灵，我们的性情慢慢的调变成神的性情。 Amen Amen。 然后主耶稣爱我们，他要祝福我们，他为了爱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牺牲了自己，好让我们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然后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有一个宝贵的礼物。每一天我们不要忘记神所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给他给了我们他的爱。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大家一起来纪念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的缘故。 Amen。 来，我们大家拿起我们的饼做这个祷告。感谢主耶稣，你在十字架的完工给我们新的身份，有价值的身份，我们可以祈祷阿爸父来的祝福，我们有健康、平安和供应。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来，我们大家一起领受。接着，我们拿起这个杯，
谢主耶稣借着你的宝血为我们立了新约，你的宝血洗净了一切我们的过犯和罪孽，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也因着你的宝血我们可以称义，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得到神的喜悦，神的祝福。我们感谢你，阿门。接着就是听到的时间，我们请我们的 Pastor Ken 来分享神的道。阿门。来给 Pastor Ken 一个掌声。早上你報道啊，我係咯，你哋講乜嘢？我講，什麼事呢？啊，我聽唔到，什麼事呢？啊，咩事哦？你又冇問我，係我問你，做咩咁多？係咪耶穌講嘅？我係，好得意哦，呢個。不過但不過呢對呢個字咧。这个问答就很普通的，啊，不只是耶稣会问，啊，我们都会问，啊，什么事啊，啊，什么事啊，那我们就看今天在我们，啊，耶稣基督给我们什么，啊，一个新的，啊，信息，啊，看他说什么。那我们就是讲到在，啊，路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24章，咁我想请大家一齐读，够大啊，大啊，读咗出嚟啦，啊 ，OK， 开始。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变成回
所以我們很感謝你給到我們這麼好的時候來讚美你，來聽你的話語。我們很感謝你，因為你繼續照顧我們，我們出入你照顧體恤我們，給我們平安。咁我咧，耶穌基督，今天早上我哋會聽你嘅話，我哋求你俾我哋明白，俾我哋有更大嘅鼓勵，我哋祈禱奉耶穌嘅名，阿門。阿門。中文呢，我懷疑叫做乜？什麼事呢？係咪啊？點解啊？講廣東話叫做咩啊？點樣讀讀啊？咩事咧？咩事咧？咁嗰個咩事咧未出啊？啊，在第十九節就出。咁啊呢度啊，路加福音咧廿四章咧就講到邊度啊？就講到耶穌喺十架俾人釘喺十架，就死咗。啊，死咗咁樣帶攞個屍體出嚟放喺。墳墓係咩？叫做墳墓啊，係中文。咁樣咧，呢度咧就講到一早禮拜日啊，好似今日個禮拜Sunday morning啊，一班女士女人就去呢度墳墓嗰度攞好多嗰啲香精啊 spices 去嗰度。點解啊？因為佢哋愛攞耶穌嘅屍體嘅屍嚟放。香精，咁咧，咁我哋去到嗰度咧，就睇到嗰個石，應該冚住嗰個墳墓嘅嗰個窿嗰度，就開咗，打開咗，咁我咧就入去，揾唔到耶穌嘅屍體，講緊乜嘅鬼屍體啊？就嗰啲啦，屍體。咁我哋企住嗰度，啊，佢就幾個嘢嚟，就諗住。點解啊？冇理由啊！咁一陣間咧，有兩個人就走出嚟，無端端飄咁樣走出嚟。但係佢衣服咧就好光，就同呢班女人聽佢知啦，一下無端端樣，哇！睇到鬼啊，唔係啊，就驚啊，跳上嚟啊！咁我同佢講，佢講做咩？你哋喺度？你揾邊個？呢度係山墳啊，呢度墳墓嘛、啊，墳墓係咩人去呢度啊？死人噶嘛，啱冇先？係啊，啊你死，你呢度做咩啊？有你要揾嗰啲人，佢冇喺度咯，因為嗰個山人冇去墳墓噶嘛，冇擁喺墳墓噶嘛，因為佢係山嘛，冇理由你夾山擁佢啊，係啊，耶穌都死咗，攞佢個屍體係放喺個墳墓嗰度，咁樣喺度。就係講，我哋記得，但係我哋記得耶穌有講，佢講佢嗰一日人哋會呃佢，或者會邊講 betray 點講啊？出賣佢，一唔記得出賣佢，甚至釘你喺十架。咁樣三日係會復活啊！咁樣啊，呢班女士咧就記得，哦，係啊，耶穌有講過啊，有講過咗啊，咁我喺嗰度，佢哋走翻去啊，走翻去同啲十一個門徒啊，同佢哋講：，耶穌啊，冇喺墳墓嗰度咗，佢同佢講。嗱，而家我哋講起嚟啊，呢幾個女人啊，去墳墓啊，係好有大嘅信心。點解啊？佢有去嗰度係咪？去攞嗰啲香精啊，啲嘢啊，愛包啊，嗰個耶穌嘅屍體啊。佢冇諗到啊！我講佢知道，佢冇諗到啊！邊個會擁開個大石咧？佢又冇講佢帶咗幾個大隻佬啊，去嗰度去擁啊，咁樣啊，啊！咁又好得意啊！甚至老早去睇馬太福音啊，有講到，佢講
耶穌有講過，佢你勾我咧，我死開三日咧，我會復活。咁樣咧，嗰啲猶太人咧，嗰啲領袖佢講：，誒、哎，耶穌咁樣講啊，或者呢啲人啊，你會嚟偷咗個屍體又係講，你會做啲嘢又係講。OK， 佢哋叫嗰啲人攞擁咁大石冚住嗰個墳墓嗰度，冚住，唔淨係冚住都唔夠啊，仲愛攞起嗰啲嘢黐住佢，冇人可以擁開佢嘅。啊！甚至俾叫兵啊，兩個兵嚟掌住佢，咁冇理人敢去啦。好嘅 ，OK， 你係大隻嘅，可以撬開個大石。不過有兩個兵，你敢去咩？佢係咪啊？拘留你，我拉你，我打你，或者冇可能。但係第三日嗰兩個兵在邊度啊？或者蛇王啊唔見喺度咗，唔見咗喎，係咪啊？呢個女一早就去嘛。一早第三日咧就去嗰個墳墓嗰度啦，啊，佢愛做嘅嘢，佢愛做噶啦，啊，佢哋講掂咗，我哋話天朝早啦，係禮拜日啦，我哋愛去，啊，去嗰度攞屍，咁我去到嗰度咧就睇到，我睇起咧覺得好奇妙，係咪？聖經冇講到，我覺得係奇妙係嗰嘢，人哋講冚住咗嘛。唔係講好嘛？嗰啲猶太嘅領袖講佢冚字，唔可以俾人，唔可以俾人哋落去嗰度，因為佢哋係咁樣講嘛。因為啲領袖係唔中意耶穌，係愛憎對耶穌。耶穌講起三日復活，我係保證唔俾你復活，好似講唔俾你走出嚟，我唔會喺啲門徒啊嚟捉啊攞走去話。佢講係講啱嘛，係個先知嚟㗎，佢講得啱嘛。佢講死開三日咧，我就復活啦。人冇喺嗰度，但係佢哋偷咗。啊！攞咗耶穌嘅屍體，攞去第二次。嗱、啊，好多唔係正教嘅，即係講邪教嘅講，哦，耶穌係冇死到一個人代表佢死，哦，耶穌真係冇死到，佢喺嗰度咧，快快呀，氣呀，到軍時候啊，捉佢攞起個屍體啊，帶去第二次。但係我哋知道，我哋聖經有講，氣係真係真係死咗，好證明我哋有睇聖經，我哋知道第三日咧，正嗰日氣。在十架真的死了，死了就放在这个坟墓这里。这样呢 Mary Joanna 和 Mary 是 James 的妈妈，还有几个女人回去那里跟我说，她说我去到那里石油崩开了，这样一个兩個先知，兩個人無端端走出嚟同我講：，兄你哋有冇搞錯啊？個人你揾嘅都唔喺度，因為佢係冇死到。佢冇講起復活，佢講冇死到。三日做咩？你喺呢度揾？呢度係死人噶嘛地方？啊！你同佢講，咁我講到嗰啲人啊，喺舞台聽到我十個或者十個舞台聽到，好似無言講到搞錯啊！呢班女人咧，梗係傷心到啊，去到墳墓嗰度啊，悶查查咯，咁樣話啊，耶穌啊或者啊唔喺度啦，走咗啦，咁樣啊，你就係咁諗啊，個個都講，哎呀，唔使聽得噶啦，啊，有時咧，你喺舊啊耶穌嘅時候啊，女人真係冇咩地位噶啦，講嘢，哎呀，講嘢，我想問下佢哋中意講咪等你講啦，講咩啦？不但係啲。彼得就不同，他超上帝，因為彼得跟耶穌很親密的，親密到甚至不聽耶穌講講，不認耶穌添，親密到啊咁緊要啊！啊咁佢走到嗰度就睇，哎喲，真係喎，真係個屍體唔喺度咗，耶穌唔喺度咗，邊個咁衰啊偷咗佢啊！實在去到嗰陣時，佢哋好傷心，唔記得耶穌講嘅嘢。我覺得係咁咯。咁嗰日咧，兩個耶穌嘅門徒就係行緊路去喺耶路撒冷，含去呢個一個新村叫做以馬忧行緊去。佢就講啦：你知啊，正話發生咗三日啫嘛，行咗咗三日，好多嘢仲好清醒啊！在路那裡，在心那裡就說，哎呀，這麼多事發生啦，這麼多人這麼壞啦，耶穌啊，這樣，釘他在十架啦，又，封他在這個地方啦，放兵去掌啦，拿個大石
封死佢啦，俾耶穌驚耶穌走出嚟啊咁咯。咁樣咧，聖經講，傾傾呢兩個講好多嘢啊，傾下偈啊，講啲嘢咁咯。嗰耶穌一下就喺佢面前嗰度，但係佢唔明，睇唔出喎，睇唔到係耶穌喎。點解啊？因為上帝冇俾佢睇到，佢嘅眼膜冇擘開，冇見到，睇唔到係耶穌，或者佢睇到好似一個普通人同佢講啊，你哋兩個人講得咁緊張啊，講得咁落嚟啊，講咩嘢啊？有咩事啊？你有冇講埋問題？咁咯，佢睇到，因為佢睇到佢哋好，佢嘅心佢好亂啊。一個人嘅心亂係咪個面膜嗰度啊睇得出嘅？咁咧一個人佢講：，咁你唔知咩？喺耶路撒冷發生咁大件事，你唔知咩？佢問佢同耶穌講，我哋知道咧，聖經講耶穌話，佢嗰陣時咧就諗住啊，普通嘅人民啊，或者呢個係好遠水路嘅人嚟呢度啊，啊嚟好山谷啊，知道咩事發生？咁我就問你唔知咩？有你唔知咩事發生啊？喺個三日好大件事喎，啊好大件事喎、啊。咁、啊、我哋繼續讀。耶穌說：你們聽見了嗎？聖經舊時嘅聖經咧就係、是、啊，
舊約。其實聖經就係講話，講緊聖經，講緊聖經咧，好多人都明白知道上帝係愛佢做乜嘢，講關於啊、關於天家嘅嘢，你唔知咩？你講，但係你講，但係咧，我哋嘅先，我哋嗰啲啊祭司啊，嗰啲領袖啊，就比起佛去死刑，甚至放棄死喺十架。咁樣去講，我哋真係好希望我哋以色列，或者我哋呢度嘅地方，我哋有一個救主，救主嚟救以色列。呢啲你講，呢啲啊事發生三日後。我们真的希望他来可以救以色列。那么呢，我们又听到这个这班女人呢，一早就去这个坟墓那里的事情讲完了、看到耶稣不在那里，实在耶稣是没死的，耶稣没死的，他讲到讲的就是发生啊，讲到又发生，知道他复活，所以耶稣问他不知咩，实在讲耶稣乜嘢都知。咁点解耶稣会问呢个问题咧？点解啊？你唔知你唔知咩？好多嘢我哋知道，做人我哋知道，但系爱需要耶稣同我哋讲，咁我哋会记得。好多嘢，好多人睇聖經睇一下咁啊嘛，或者好似做啊 ，OK 啦，我哋做基督徒咧，早個喺嗰度基好一個好嘅基督徒咧，日日我哋就去睇聖經，讀聖經，一早起身啊，讀咗聖經啊 ，OK 搞掂啦，我做咗我個工作啦，啊，做咗工作搞掂啦，啊，咁啊，我哋第二啲嘢咧，啊，我照做啦，但係我哋朝朝早睇，我哋朝朝早俾我哋時間同。聖靈跟耶穌溝通的，我們真的有跟他溝通，我們只要看這個經文，我們有入心入腦入心腦呢、所以耶穌就問聖靈了，做什麼有事發生，當然要人家問這個問題，你當然要解釋的了，是不是？我們解釋你當然要記得舊擺、什麼事我們要說出來、耶穌就說到，哎呀，你們傻佬啊，傻人啊，你說好艱難信咩？呢啲嘢有講咗嘛？喺聖經嗰度經文有講咗嘛？有講咗一個人一個做救主會嚟啊受難啊受咗難，甚至會死，正會翻去天家，正有俾講有榮耀，上帝正俾佢有個榮耀。因為咁樣耶穌咧到嗰陣時，嗰陣時候，我哋聖經就講到係耶穌，但係嗰啲人未知道係耶穌，咁我可以解釋俾你聽，解釋俾嗰啲班門徒嗰啲人講啊，講關於摩西啊，講，所以我早早咪講咯，嗰陣時嘅聖經咧經文咧就係、是、舊約，舊約就有寫低啲嘢發生嗰時候，有摩西啊、亞當、夏娃啊、亞伯拉罕啊、亞撒啊，或者啊大衛啊呢、這個大王啊，佢做咩事佢又講，咁可以教佢講啊。解釋俾你哋聽，經文係咩嘢咩事發生？講關於呢個救主。咁樣到嗰陣時候啦，因為你行七條石啊，行七條石好耐下噶，啊咁行七條石咁行下唞下講下，都耶穌同佢講咗好多，同佢哋講咗好多嘢啊。咁樣到嗰陣時候啦，喺度。哎，天都黑了，你一起，我們這個地方過夜吧，我們過夜，你一起吧，那麼我們，還有一起吃東西，那麼耶穌呢，就跟他一起，跟這班這兩個門徒吃東西了，那麼吃東西呢，那個時候開始吃東西呢，就有聖餐，你說吃聖餐。佢就講食麥餅同埋呢個聖杯，
食完咗咧，佢隻眼就開咗。點解講開咗啊？佢忽然間睇到耶穌，忽然間明白呢個人教導教佢哋咧經文咧，就係耶穌基督，就耶穌基督。佢睇到咗咧，就耶穌就唔見咗啦，睇唔到一下啫，啊睇唔到咗。咁我咧聖經都有講到佢哋嘅心，哇！真係我哋睇到耶穌咗啦，即係真係啊！耶穌講咩就真係發生，死喺十架就冇死到，甚至比起安多三日，佢都復活。你真係講到啱真事嗱，咁樣呢啲啲段幾幾段經經文咧，31-34咧就俾我哋知道。嗱，我哋要記得，我哋有呢個經文咧，聖經咧唔係古仔咧，人哋寫古嘅書嚟啊。呢本書咧就係講係寫歷史，真係有發生，真係有呢個人。啊！我記得啊，真係有呢個人，我可以實據，佢可以去啲佢去揾一啲歷史專家去 check 嘅，係有呢啲有呢幾個人嘅。耶穌真係一個人嘅，人真係耶穌真係俾人釘喺十架，因為呢個世界好多人，甚至喺嗰啲大學啊、學問啊，唔接受耶穌係罪救主咧，所以咧好多嘢歷史嘅書咧唔愛講關於耶穌嘅事，唔愛講呢個人耶穌。對佢哋咧這個事冇咁樣嘅人啊，或者唔愛啦，唔愛講出嚟，唔愛俾人聽，唔愛俾人知道有。點解咧？呢啲因為呢啲就係魔鬼嘅工作，佢唔愛俾人知道上帝嘅目的。就是上帝愛世人，是不會讓人知道、啊、所以我們做基督徒呢，就是看為什麼不是人家寫稿啊、寫故事啊，不是唐三藏取西經啊，不是那些故事 啊，就是真是真事來的、啊、真事來的。所以耶穌呢就跟他這班門徒說，神官呢叫他想想，你想想以為什麼事發生呢啊！咁我係講完咗咯。哦，係咁樣，係咁樣，幫佢一齊，同佢哋一齊再教咗佢，知道教佢好多嘢。因為耶穌佢知道佢做一個人，佢唔會永遠永遠同佢一齊做人咁樣一齊接觸。但係我哋知道耶穌係喺我哋心中，我哋喺耶穌嘅身邊。實在唔係講身邊，我哋喺耶穌嘅入邊啊，嘅身體啊，講起嚟。咁樣咧，到嗰陣時就食聖餐，食完聖餐咧就晏晝。所以食聖餐咧有好好嘅作用，有 value。所以我哋個個禮拜做禮拜，我哋既然我哋知道，我哋可以提醒我哋自己，我哋係屬於耶穌。咁樣我哋屬於耶穌，耶穌咧屬於我哋，我哋係。上帝，我哋上帝嘅兒女，我哋嘅上帝就係我哋嘅天父。做上帝，我哋做，我哋係兒女，上帝嘅兒女係好巴閉嘅。我哋知道啊，我哋知道，我哋記得，我哋係耶穌基督喺十架死，俾到我哋咁樣嘅禮物。我哋係上帝，我哋係天父。做一個兒女咧就好巴閉嘅嚇，甚至講佢上帝係我哋嘅天父。咁樣咧，聖經都有講到啊，唔係講聖經講到人都知道，人咧有三件嘢好重要嘅啊，三件嘢。第一咧就係、是。食咯，啊，有得食就冇得講拎噶啦，啊，
很多人很多事發生啊，有時 地方啊，世界大亂啊，因為很多事啊，又好似而家我哋嘅國家，我哋驚做領袖嘅管國家都驚，響人民冇嘢食就好麻煩噶啦嚇。講話嗰啲米啊好貴啊，又冇米啊，又話點樣搞掂啲米，搞掂啲雞啊，搞掂啲蛋啊嚇、啊。最緊要餵飽個肚先啊，搞掂個肚先，搞掂咗咧就冇問題啦，冇 complain 啊，冇示威冇嘈啊。好多國家我哋睇到報章又講，好多地方打仗啊，好點解？啲你餓冇嘢食。唔係淨係自己，好似有家庭嘅爸爸媽媽啊，或者有太太啊、兒女啊，冇嘢食啊，係咪啊？出去揾食，揾唔到食，佢哋就打搶搶食。哦，第二咧就係我有啲又可以飲水啊，人哋講翻叫做咩啊？有衣食啊，係咪啊？最緊要有衣食啊，有得著衫啊，有凍啊，啊有個頭頂嘅住。啊，係咪好重要呢個？唔好淨係講基督徒啊，無信主耶穌啊，對呢啲都係好重要的。哦，咁我呢度咧，馬太福音咧第四章咧就講好特別嘅事情啊發生啊！呢、這個我哋好，我哋有睇報章，但係睇經文咧，我哋知道呢度咩發生。即耶穌基督禁食四十日、四十晚、四十晚食食完咗咧。未開始報道啦，同人哋講關於天家咧，啊，撒旦咧，魔鬼咧，就帶佢去一個地方，啊，帶去一個地方。咁後屘一個人冇食咗四十日、四十晚、四十日咧，點啊嘛？啊，或者我哋冇試過，或者講話都冇可以冇講啊，或者可以飲水啦，一個人冇食嘢，飲水都可以頂得嘅，啊，不過四十萬喎。四十萬四十日，四十萬啲講四十萬即五十啊，四十或者四十一日，四十萬，哦，冇嘢食，肚餓啊，咁耐咗，梗係愛食嘢啦，係咪啊？諗都諗唔通啊！第一句我唔理你講啲嘢，俾我食先啦，啊，食飽咗點傾啊？係啊，咁我咧，撒旦咧就好叻，佢知道啊，人冇嘢食咧。我叫你賣呢啲賣嗰啲啦，叫我做，我叫佢做乜嘢佢都做噶，因為佢要討討我啊，頂唔順咗啦。啊，咁樣呢度講到咩嘢啊？你係上帝嘅兒子咧，獨生子咧，呢啲石鼓啊，你可以變去做麵包。所以嗰時懷麵包唔係講話哦。不是叫變成叉燒就沒有了、啊、吃豬肉不對那個時候猶太人、啊、吃麵包、啊、有因為聖經有說人不是靠麵包有生命但是靠上帝的字句上帝的字句這裡、哦馬太第六章二十五節到二十六節，耶穌同佢啲人講：，你哋冇諗咁多嘢，哦，冇諗咁多嘢，啊，未必你可以讀廿五節到廿六節，聽下。告訴你們，若要吃水命又與是什麼？聖經耶穌有跟我們說甚至不只是跟我們說甚至人敢看聖經甚至有人信耶穌說的話甚至人信聖經就是上帝的話都會知道我們是上帝的保護如果祂不照顧你不到嗎
如果你沒有食我給不到你食嗎？你沒有衣著我不給不到你嗎？很多東西你需要，你有時沒有想到我都可以給你嗎？他有說到這裡嘛，跟人家說你看這些尿，你看他們都不用去找食物，都不用去做很多東西，我都是照顧他們嘛。那麼你呢？你是給我創造的，你是創造是我的形象，做什麼這樣？你不是跟巴閉過這些雀？你不知道嗎？你沒想到嗎？你不記得了啊？這麼快啊？是不是？有時我們做基督徒是很很矛盾，很很 blur 很差差的，因為有時發生哇怎麼好啊，就這些做這些又不是，那些又不是，實在我們不需要那麼緊張，有時緊張啊做錯事闖禍做錯事，我們說不是不要做，不是錯字不要做，等好像我媽經常說、你不做這些一天、在天上跌下來給你吃啊，賺食，我們不是說到那些，因為耶穌上帝知道我們需要，知道我們愛吃什麼，知道我們愛去這裡，知道我們做什麼東西會給我們，但是撒旦都知道這些對這些衣食啊食物啊那些很重要的，我去試探他們整他們，所以說起整耶穌都說、你又很餓了，我知道你很簡單的濕濕碎的做那些食物的變開麵包你就吃飽的了，但是耶穌知道撒旦魔鬼的想法，他知道人沒有耶穌的想法，甚至人耶穌的門徒都會想到，為什麼會想到？因為他想著我們信開耶穌就搞定了，是我們有救恩，我們有這個接受到這個salvation，這個救贖，我們接受到這個上帝的救恩，但是有時我們真的不記得，甚至我們在上海年紀還可以看多些聖經，今天講明天不記得的，我不記得，我們不需要多多知道哇整個，那我們懂在創世紀到啟示錄最邊 OK 好，但是有很多不是我那麼記得的東西，不記得我們可以記得這個記得馬太福音第六章看問我們說這個魔鬼 OK 啦，魔鬼搞不定了，這個耶穌贏了啦，第一步，那麼第二步呢就怎樣你做什麼他帶你去很高的地方，不過我們高過山高了，是去了這個廟在個屋頂那裡，為什麼？因為他知道第二件事呢，人呢就愛安全最重要，我有得食有得住有得飲有屋在我頭頂，第二呢就是安全，我做什麼怎樣安全？安全的話又沒有地方，我很亂的，有賊來的不如來打我來偷東西或者還有愛這個什麼經濟安全沒錢怎樣好誰養我你這樣說沒錢怎樣好，第三就是說愛健康我不愛病，誰愛病沒人愛病，所以有時病起來病痛就不變，但是我們有耶穌基督，我們可以求祂給我們過一個好好的生活，所以呢第二呢就去放棄這個廟的上高的最高的地方，祂跟祂說你是上帝的兒子呢，聖經有說
天使会帮你，你跳落嚟都会捉起你上嚟。系啊，嗱，你睇诗篇96:11-12，系讲啊，圣经系有讲到啊，啊，咁我耶稣点样答佢啊？有圣经都有讲，你唔可以啊。试探啊！你唔可以试探神。呢度你呢段有两个地方嘅圣经就揾到，喺Deuteronomy 第6:16同埋Isaiah 第7:12就有讲到啦。啊，我哋点样试探上帝？边个知道点样试探上帝啊？你不信上帝可以，你不信耶稣基督可以照顾你，给你食，给你身体健康，这些都是讲得试探上帝。是啊，是很简单的，就是说你不可以，我不可以上耶稣说我不会做这些事，我会试探神，我的天父，我的上帝，我神。虽然你讲圣经有咁样问神，但系圣经都有讲，你唔可以，你唔需要，你唔可以试探神。1 John 5:18系讲到咩啊？请大家听读。耶稣呢就带魔鬼就带耶稣去一个很高的、山上，点解有边个有爬过山啊？有啊，上山去睇嘅，上山做咩？做 exercise 啊，上山去到高高嘅就可以睇落嚟，哇，真系好靓，可以一眼啊睇晒边个地方啊，喺一个好高嘅地方，记住俾耶稣听啊，你听。但是上帝看着，你看着，你不是魔鬼撵救你，喜欢就做不得的，所以你跟耶稣说，你去看这些事，这些屋啊，这些钱啊，荣华富贵，我可以给你，
榮耀我都可以俾你，但係會俾你就係呢個世界嘅榮譽啫，唔係天上，唔係天家。咁樣，上帝就知道啦。樣，你淨係侍奉，你淨係敬拜上帝。第一，任何人、任何嘢你唔可以做，冇用嘅，嘥氣。呢度咧就係、是、第三個人咯，人咧就可以人哋拜佢嘅，啊，可以比起啊個字叫乜 ？recognition respect 尊敬啊尊敬啊，我係大刀啊，我係丹斯啊，啊你啊你拜我啦，啊你嚟求我啦。幾威啊！求你喎、啊，求我要幫你做嘢喎、啊。邊個會求你？你有咁多嘅力量，你有咁多嘅咁巴閉啊？係咩人？因為咩？因為有錢啊！個個人去追求錢啊！嗱，讀呢件經文咩？
有我唔識字嘅，係我識字啊！我去啊，幫人哋寫字，寫四個字啊，寫字花啊，揾多多錢啊，錢啊，係咪啊？所以呢度咧，聖經有同我哋講，有你唔好愛錢，個個都係愛錢，唔好攞錢嚟控制我哋，俾我哋權力啊！因為點樣啊？因為上帝有講到嘛，佢唔會離開我哋，佢會繼續俾我哋嘅。你愛權力咧，唔係到你自己拿嘅，你做到你上帝祝福我哋咧，權力你自己會俾你嘅，你自己會有嘅，你自己做你就你自己做啊啊侍徒或者做總經理嗰啲，你唔需要做不擇手段去攞翻嚟嘅，整到好亂。所以你睇。啲乜嘢啊？前書第六章就講到咩？因為好多人愛揾錢啊，整到話好亂，不擇手段冇理死你嘅事。我愛呢個職位，我愛呢個權力，我就打死曬嗰啲啊，俾我係你敵人啊！但係講我哋做基督徒咧，我哋就可以啊追求啊追求一個好好嘅啊。追求愛，追求啊！華語我唔識讀啦，你睇到呢條有聲啊 ？Maybe can 讀呢一，我有間開嘅，係。我哋如果你追求到呢幾件嘢咧，你唔使自己去追求，人哋會。聽你講，人哋會服你嘅。我哋去做嘢唔需要話鬧，唔需要打。我哋有咗耶穌，有耶穌有神嘅愛，人哋會聽你講，係好簡單，唔需要話打打殺殺咁樣。正宗。咁我哋睇馬太福音第四章咧，最後咧講完咗呢三個，捉唔到耶穌基督。咁樣個魔鬼即刻走，咩個魔鬼即刻走咧？咁我哋都可以知道啊！我哋可以睇呢段經文，喺呢個箴第四章第七節啊，請讀。耶穌都唔使做幾多嘢，講幾句話啫，係有理由嘅，係啊，使啲愛氣薄做到真係啊，離開家庭啊，整到我覺得唔開心啊，因為揾幾針錢啊，唔值得，因為我哋唔記得上帝可以俾我，佢會照顧我，佢照顧啲天鳥，照顧好多嘢，你係我創造嘅。我做咩唔會俾你呢？你係我個兒女，我做咩唔會俾你呢？係咪？所以耶穌基督問我哋係有理由，因為好多事我哋真係唔記得。所以我朝朝早我哋咧，或者唔係朝早，或者夜晚，或者幾時，我哋有時間，唔係講實在，我講有時間真係唔啱嘅。講起有時間，永遠都冇時間噶。哦，我哋一睇到有攞到咧，做咧就講做咩嚟講？朝頭早咧就最好，你未開始做嘢做事，你就睇聖經，睇上帝吩咐我哋做咩，睇經文講咩。嗱，咁我哋開始做嘢啦，啊，嘢就會順利。點解我哋記得？哦，耶穌基督係我個救主。哦，我哋嘅天父係我哋嘅天父，我嘅爸爸，佢會照顧我。雖然而家有咁多困難，雖然有你呢個問題，我會耶穌基督會幫我解決。就喺呢度啦。啊，我哋唔需要諗咁多嘢啊，已經好煩咗啦，嗬人嗬，好煩咗，仲可以諗呢啲諗嗰啲，我哋諗耶穌基督，諗上帝點樣會。照顧我哋，應該俾我哋，
别太紧了点。OK。最后三段经文啊，就喺呢度啦，喺启示录啊。耶稣讲，佢系 Alpha 嘅龙尾噶。呢、这个世界未开始，上帝未创造咧，佢就喺度。咁啊，到夜最尾咧，呢、这个世界结束咧，耶稣都喺度。即系讲佢冇嘢可以阻止佢。去控制呢個世界，甚至我哋嘅生命。控制先講，控制唔係講管治你啊、捉治你啊，啊，你 control 先講我哋幫助我哋有咩問題，你會幫你解決；有咩問題幫你解決。或者你話：哎呀，阿師兄啊，你講嘅容易啊，係啊，講容易啊，信佢仲多容易啊，你唔信啊？信啦、啊，係。你想想啦，你想想是上帝創造，好似我而家我講長氣咗啦，只講係，比如講呢、这個創世記啊，創世記第一回事，創世記，創世記講到咩嘢啊？創世記第一件事，上帝就整呢個世界，整天啊，整太陽啊，整嗰、那個熱光啊，水啊，雨啊嗰啲嘢啊，咁我暗邊就整人喎、啊。啊，係咪上帝做咁多嘢？哎呀，好善咗啦，係講做咗咁多嘢，哎呀，不如我哋創造人啦，係咪啊？唔係，上帝創造全個世界嗰啲嘢咧，我預備俾人，因為佢會創造人，創造你，創造我。俾你一個地方可以舒舒服服住，有嘢食，乜嘢都有曬。嗱，呢個就係我哋嘅天父啦。佢預備嘢俾我哋，我哋唔需要諗咁多嘢。哦，總統點樣因為好冇嘅。啊，唔係講上帝做曬冚唪唥做曬咗，哎呀，冇嘢做咗 ，OK 啦，啊，創造人啦。是不是不是你這樣想法，你教導人這樣教你就錯了。你創造這個世界是給我們，但是哎呀，為什麼這麼多痛苦呢？痛苦因為罪惡，因為罪惡。夏娃和亞當和夏娃沒有聽上帝說，所以犯開犯。所以這個就是事實的經講。 OK， 我們到呢度為止，我哋雞頭祈禱。耶穌基督，我哋好感謝你，無論遇上，無論遇上乜嘢發生，你繼續照顧我哋，繼續保住我哋，繼續俾我哋能力，俾我哋智慧去解決任何問題。就最諗起你咧，耶穌，我哋冇本事解決。問題解決咗咧，因為係你幫我哋，你放神蹟喺我哋嘅屋，我哋嘅時候，我哋好感謝你。耶穌基督，我都係求你繼續祝福我哋嘅兄弟姊妹喺我哋嘅中文堂，俾你哋有一個好好嘅。明白，好好的鼓勵，知道你繼續照顧佢哋，佢哋唔需要怕，佢哋唔需要諗咁多嘢。我哋大家祈禱，奉耶穌嘅名，阿門。阿門。